砂的话就是这个氧化汞吧，好像，钛硫化汞，那么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这么一个东西。朱砂现在大家这个如果是这个，大家知道这个硫磺解毒丸，里面就有朱砂，水银，那这个是相当稳定的一个东西。这个也是刻出来的吗？这是直接毛笔写的，直接毛笔写在上面。直接毛笔在上面写的，当时毛笔是怎么样做的话，肯定跟现在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具体是怎么样的话，我们不太清楚。我们最早出土的这个毛笔的话是汉代的有一些，那么跟现在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。